其实我们拍这《万里走单骑》的初衷，也是希望呢，这个这么多的世界文化遗产地，世界顶级的人类的文化遗产，希望人们经常的能够放下手机，对，能够关掉电脑，走向大千世界，到世界遗产地去看一看。所以我们希望通过我们的行走、交流和互动，来使人们了解这处遗产地。你比如今天到这个咏春对，拳的这个会馆，如果要平常就是推门看看，然后走一下就走咔了，咔拍几张，对，哦，和今天实际上跟着体验师傅了一来次，体验、来学，那你就一辈子都不会忘，不你会就会忘，印象很深刻，知道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，是，啊，这种体验非常重要，很难得，就是真的要动起来，真的要动起来。其实我来到那个三坊七巷，我。